拿去放药箱里。哎呦我天哪，这给我忙活的，擦完桌子就得扫地拖地了，你们谁擦？你说啥呀，你不要跟我一样，你我你也擦，我擦我也去吧。对，我擦不能吃饭。哎我的妈，啥玩意儿掉下来的。我呸，可真行，老子还不干了呢。对了，你们都睡着了，一会儿我给你们顺下水道都给你们冲。你在这吃冤家呢，饿死鬼脱生的，你都吃没了，一个粒你都没掉啊。盛饭盛饭，我没饭了。我问你，你还想给这待几天？你我就就不走，该吃饭的那了，要弄饭。你长个猪脑袋，就知道吃，你忘了小姨是怎么给你指使的了？我没忘，肉馅饼可好了，你看看视频。